就是我们的毕业典礼，我们花卉孩子在这里，我们从刚才的毕业过程里面看到他们的整个状况的呈现，让我们也非常的感动，我们也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情来谢谢他们的付出。那我们当然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家长，辛苦的家长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我们努力的照顾这些孩子。那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家长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，在你们的辛苦的状况之下，我们永远都会张着你们的后盾，有任何的困难、有任何的问题，一定要提出来。那我们在这里，所有的人，也祝我们的家长，祝我们今天毕业的八位孩子，能够到另外一个环境去，能够做出一个展翅高升的发挥。谢谢。我们很多的贵宾来给我们的服务，我们这些小朋友给他们支持跟鼓励，来跟他们祝也带来满满的祝福，让他们可以在毕业的过程，在今天的那个整个毕业典礼的过程当中，感受到大家所带来的祝福，让他们陪伴他们未来在未来的学习路上能够更顺利，更加顺利。也感谢所有家长的对圣家启智中心的支持，让这些支持化为更正能量，让我们圣家的服务能够更远播，让更多的孩子可以接受我们的照顾。